看看新闻网。就是你吃这么多垃圾食品，你是有多馋？还捧着个暖宝宝，那么怕冷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你摸摸自己肚子上的肉，一层一层的，你是有多肥？宅男宅女的福音，屌丝人生最后一丝希望，亚历克斯健身中心，进口健身器材，专业教练指导，帮您塑造神一般的背肌，性感无敌的胸肌，让女人垂涎三尺的腹肌，以及完美的肱二头肌。您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您将成为美眉们梦寐以求的约会对象。告别屌丝生活，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亚历克斯贵宾专线4008-2211。这才是美女的最爱，看看她的脸，看看她的肌肉，作为屌丝的你怎么比怎么比。哎，我说翅膀哥哥啊，干嘛？你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充话费由希腊啦，30万首付尊享贵族豪邸啦，还有什么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呢？哦，这句经典了，美眉们心目中最梦寐以求的约会物件。这些广告标语锁定的目标就是像你这种热爱生活却小气抠门，想当情圣却永远被踹，看似犀利却实则悲催的零屌丝男青年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上他们的当，你要勇敢做自己，加油好吗？他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别客气。不过呢，艾娃妹妹，像你这种呢，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都必须买团购，团购没有就绝对不去。买衣服、买鞋、买包都只在淘宝上面，甚至买个面巾只都在淘宝上面等那个什么限时最低折扣价的人，你有资格说我吗？你不也是这些广告的目标群体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因为你啊，是一个连蓝领工资都拿不到，却整天做着金领梦，用一颗小市民的心揣度白富美生活的人呢。哎，咱们两个谁也别说谁了，大家彼此彼此吧。你，哼，欢迎，来来来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丁静，甲乙丙丁的丁，物竞天择的竞。嗨，你们这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！但是我们在企业文化上有很长足的进步，与时俱进，对吧？我们每一年都会安排员工到欧洲游、澳洲游啊，然后还会有这个员工的培训呢，心理的辅导啊。到了年底的时候，我们会有非常盛大的 party， 我在演艺圈那些朋友都会来啊，像什么力宏啊、云迪啊、SHE 啊，常客啊。是吗？对，我也是刚听说。啊，您是这公司以前员工吗？算是吧。啊，我这怎么来晚了？干什么呀？我先介绍一下好了。林如海就不需要介绍了，王自保先生，我们的市场部经理，杨爱娃小姐，我的私人助理。我什么时候变你私人助理？我狄仁杰，以我们的关系也不需要再介绍了。不过唯一可以顺便提及的就是，目前我在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位，也就是全公司
负责实际营运以及运筹，运筹帷幄的角色。公司就你们几个人吗？当然不是，大部分的人在外面做职业培训。还有一小部分在全国跑业务。那请问一下丁小姐啊，你是来叙叙旧呢，还是做委托人呢？我呢，是林如海的前任女友，也是狄仁杰的前任女友。他跟我比较久，也就多两天而已。同时呢，我也是你们的委托人。静静，这么难得来一趟，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叙个旧、吃个饭、看个电影什么的，居然是来谈业务的，这真是情何以堪啊！你不看就对了。静，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出来啊！你这么一个弱女子，偶尔来找个前任男友吐个槽啊，帮个忙什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吧？关键是要找对人。不是所有的前任都靠得住。哎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好吧？啊，就算你现在想明白了，想回来做我的现任，也没什么大问题啊。哦，那问题就大了啊。其实是我失恋了。干屁事！你们什么意思？我生气。上火，上火哪够啊！爱娃，上纸巾。哦，不用了，情绪还没到呢。哦，一会儿再说。那是谁啊？他叫杨柳，杨柳的杨，杨柳的柳。娘娘腔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十六届上海健美大赛季军。第七届上海武术比赛亚军，第十届亚洲散打冠军赛前八。哦，那一介武夫。杨柳，是我交过所有男人当中最帅、最潮、最男子气、最正能量，也是我最想嫁的那个人。你在你前两任面前这么赞美你的前一任，这样不是挺尴尬的吗？但我就是实事求是啊，请你们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我是委托人，是客户，对不对？您刚才说的这个极品完美的前男友到底是如何伤了你的心，以至于把你推到这两个更极品的前男友这块来了呢？微笑。